大家好，今天用西瓜皮做一道美食。首先将西瓜皮外皮削掉，然后切成小块，碗中倒两个鸡蛋，用筷子搅散待用，盘中放50克淀粉待用，再准备100克面包糠，将西瓜皮先沾上一层蛋液，再裹上一层淀粉，再次沾上蛋液，最后裹上一层面包糠，平底锅烧热，放食用油，多放点油，温六成热的时候放入西瓜皮，用中小火慢炸，用筷子轻轻地翻动一下，炸至表面金黄酥脆即可出锅装盘。美味的西瓜皮就做好了，吃起来外脆泥软，香甜多汁，喜欢就赶紧试试吧。跟着大叔学做菜，让家人开心过好每一天。我们下期再见。